Palcan 于1998年创立于加拿大，现集团总部设立于中国上海，扎根氢能行业20余年，是一家专注甲醇重整制氢与高温质子膜燃料电池的集团型企业。2021年初，浙江慈溪甲醇重整制氢燃料电池生产基地正式投产，占地面积200亩，基地设有双极板、电堆装配、膜电极、高温燃料电池系统等全自动化生产线。在膜电极和电堆装配车间，我们采用史陶比尔机器人用于自动化生产。 MAE 压合生产线用到2台90和1台80机器人，碳子经过切割、超喷、烧结后，通过90机器人搬运到平台设定好的位置。80H1 很好地解决了 PBI 在强酸环境浸泡后的搬运处理，不会产生任何腐蚀和损坏。另一台90将叠合好的 MEA 送入激光切割， MEA 成品下线后转运至电堆装配自动化生产车间。该车间2台80机器人主要用于电堆堆叠工作，机器人在工作环境中速度达到0.8秒一个循环，精度达到0.01毫米。 MEA 和电堆自动化是整个燃料电池生产的核心工艺，产线原材料价格昂贵，成本投入高，史陶比尔机器人能够确保操作精度和稳定性，极大地降低破损率，提高产品质量，降低产品生产成本。此外，史陶比尔机器人的封闭性结构满足我们万级洁净车间的环境要求。该项目是高温燃料电池行业中的首条膜电极和电堆自动化生产线，具有行业标杆意义。现在我们的慈溪生产基地1期规划年产50000台套燃料电池，2期投入完成后预计可达150000台套燃料电池的生产能力，需要更多的生产线自动化设备来满足升级和扩产的目标。在项目合作期间，史陶比尔团队给予我们很多的专业建议和解决方案。史陶比尔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，未来我们在自动化领域还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。